少少不努力，老大怕输。上哪儿了？录节目是不是？真人秀，你们这叫非法囚禁！你要干嘛？交！交！哦！这黄道国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。谁？王爷，听我解释。皇上是第一次。皇上，怎么流鼻血了？真正风骨，飞飞，这事儿皇上不要白不要的。